对，橙橙子，子。好。啊，你好，你要什么？我要五个菠萝。好的，五个菠萝。你要什么？我要3个香蕉。好的，三个香蕉。怎么读？咖啡。对，咖啡，咖啡。你喜欢喝咖啡吗？我喜欢喝咖啡。好，喜欢喝咖啡。那这是什么咖啡？就是雀巢咖啡。雀巢。雀巢咖啡。对，雀巢。好，这里有几种咖啡？这里有2个。对，2个。两个，但是哦，它是一种，一种，对，一种，它都是雀巢咖啡，都是雀巢咖啡。哦，对，一雀巢，种，一一种。种，一种，对。好，那现在我拿我的咖啡，哦，等我一下，哦哦哦哦。我的咖啡，好的，我的咖啡，哦，这是日本的咖啡。哦，日本的咖啡，好，对，你看它是日本的字，对，对，和汉字很像。哦，对，现在有几种咖啡？一种，啊，这里和我哦，这里一共有几种？哦，2种。对，两种咖啡。好，这个咖啡。不好喝，真的吗？真的很苦，很苦，很苦。对，我这都半年了，哦，对，已经半年了，我没有喝，没有喝，不好喝，很苦，很苦，对，好，好，这个。走。种好，这是印尼的咖啡，对，这是雀巢，这个是日本的咖啡。现在有几种？现在有3种，咖啡好，你喜欢哪一种？我喜欢雀巢咖啡。好，你喜欢雀巢咖啡，我对，也喜欢雀巢咖啡。好，这里有几种可乐？2种可乐，啊，这是什么可乐？可口可乐，可口可乐，这个呢？这是百事可乐，啊，百事可乐，百哦，事可乐。百事可乐。百事，百，百事，好。那这里有几种水果？3种水果，对，三种水果，这是什么？就是呃，这是橙子、香蕉、